你帮我看一下，帮我抓一下。现在已经开始了。把那边的也拍了对。嗯。这边好像不动嘞。这边没动。从这里，这里过来。对。然后再从这里过去，到这边升降机，再上那边哦，再上那边那条啦。小心啊、哦！小心啊、哦！好，我下这底下也拍上。这里这个老化龙，啊，靠这个鱼仔过来。啊，这个鱼仔过来之后，回到这里再。再过来，再到另外一条线，这个是都是老化线，啊，那、啊、这边呢就靠这里了，这边就靠这里，这里过来嘛，是吧？这里过来，从这个升降机下来嘛，这个是没用的，哦，有用哦，它是分两步走的，一个从上面下，一个是从底下过来，哎，对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他现在只开了这一边，这一边没开，这边开的话就靠这里过来的了。没有啊，这旁边是松的，没用啊。啊？他是靠上面一个上来的，从那里过，从这里出，这里出来之后从这里过，这里出来之后啊，这上面啊。这下面连气缸都没有啊。上面不用的了，这里，他是从这里过去嘛，从这里过来，从上面过去，上面过去，从这里过来，过来之后从这里。那从这里进去，再从上面出来的嘛，对啊，上面出来再从这里移过去的嘛，移到这个升降机这边嘛。那就等于说老化时间比较久。对对对对。从那儿出来到这儿。对对，然后再升下来嘛，下来就从这里这条线出去了。这个不，它会下来的吗？对，升下来从那儿出去。那你这个是干嘛的？嗯，这个不用啊，它这里不下来，是那里升上去。对，我知道，你这个高度也不对。不要这个的，这个没用的。从这里升上去嘛，然后从这里过来嘛。那边开始放产品老化嘛，是不是？从这里开始老化，这里从那边进去开始老化，从上面进去开始老化。那你这个。